水煮鸡蛋的时候就要温水下入锅中，然后盖上盖子开大火把水烧开，水烧开以后转中小火，再煮八分钟左右就可以。如果时间煮得太短，蛋黄还没有凝固，吃起来也不卫生，时间到了我们就把火关掉了，再用漏勺把鸡蛋捞出来，放入凉水中给它浸泡五分钟，这样更容易剥掉鸡蛋的外壳。五分钟后我们的鸡蛋也放凉了，然后把鸡蛋壳剥掉，想让我们煮出来的鸡蛋营养又丰富。
记得一定要水开以后煮八分钟，这是最佳的时间，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就会非常的完整，也不会有开裂的现象。我们用刀给它切开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八分钟煮出来的鸡蛋，蛋黄非常的焦黄，金黄金黄的，而且这个时候的鸡蛋营养也是非常的高，也不用担心有煮不熟的地方。煮鸡蛋我们每天也不要吃太多了，每个人一天平均一至两个鸡蛋就可以足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如果吃太多了反而对我们身体增加一定的负担。吃水煮鸡蛋一定要吃八分钟煮出来的，这样煮出来的鸡蛋才是最营养。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转发、点赞、留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